通过这次疫情，我们直接参与疫情，华人的医疗产业的介入的经验看，那我们呼吁国家呢，能够加大对企业办，比如我们国企办的医院的政策，能够和这个政府办的公立医院啊有同等的待遇。同时呢，也应当也希望看到我们这个盈利性医院啊，作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一个有效的补充，也应当有逐步明晰的政策支持，使这些医疗机构能够不断的服务社会，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，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发展。